那有找得到那个伴奏吗？诉衷情哈，我来。我知道很多粉丝就一直想要听这首诉衷情这首歌，来麻烦我们的调音老师看看有没有。音响老师，有的话我就唱哦。哎，真的有呢，来。我觉得我这样唱歌站比较好，错的。从来不曾忘记你，为何你总是不愿相信？歌曲呢，它其实也是属于比较新加坡版，就是新马地区才会有出这首歌曲，很难得呢。今天很多人就是一直点这首歌曲，其实我的粉丝呢，就是等了这首歌曲也是挺久的，所以呢，今天终于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。